what I want and panicking when my name was called eyeballs and anything short of drawing night would make me feel shy you smile这些非常好吃，主食之一 asparagus。我老公最近爱上吃苹果，所以就买这个。
气。是阿妈不够，晚安，好喝。是个奶。哇，比较甜耶，这次。也还很新鲜。之前好几次都没有很甜哦。这是 mango 特地买给你的。谢谢。哇，甜到滑进喉咙。哇，那酱很好吃啊。很甜的酱。soft 是灵魂，很不一样哎。我们这个鱼很弹哎，里面这点什么都可以吃。这蓝莓是今天买的。一些宝贝用这么好吃的晚餐，这个蜡烛是什么味道哎？就是蟋蟀啊，海盐。海盐的味道。我闻到有一种花的味道啊，花的味道很花，紫色啊，哪边的？什么味道？怎么会有啊？你要猜有呗？闻到没？应该是我今天新买的那个 Lifebuoy 的那个薰衣草。哦，新的。新的，我们之前用的那个是抹茶，它真的是新的 lavender 的味道。我今天就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在佩宜家用到很下。对，然后过后我刚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买回来。我直接买了一个 refill pack。因为我知道你得洗。所以已经放进去啊，待会儿 try 啊。对呀，因为我今天已经用了，所以才闻到酱香。Okay，let's try。它这个紫色，它是 for sensitive， 就敏感肌。觉得蛮适合，而且你每次踢球回来很臭，可以用这个。OK， 哦，是否我的蜡，你买来是否我抽的蜡 ？OK， 是我们一起用的。好，谢谢你啊，好吃你的东西，你等等就很香啊。屁，可以吃你吗？不可以。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我精心为我的老公准备了晚餐，他非常的喜欢。然后重点是他有发现我身上有香香的味道。当然这个呢 Lifebuoy Sensitive Care 呢是功不可没，可是主要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一个沐浴乳，它真的是用到我的皮肤不会干，然后它有留这个淡淡的薰衣草花香在我的身上。主要是我也很喜欢就是户外的活动，好像我今天去公园啊，然后去买菜呀，然后平时我也是有去健身跟普拉提，就是经常会接触非常多外面的细菌，所以使用 Lifebuoy 呢，它可以一定的程度上给我们肌肤适当的保护，同时它这个 sensitive care 是可以帮助我们镇定的皮肤，尤其是敏感肌的，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它900ml， 就我买大支的那个嘛，900ml。900ml 21.50元，然后它的 refill 是850ml， 然后15.90元，很划算，而且提倡环保，非常的好。
性价比算很高吧，很大一支耶，我之前那个也用了好久，而且是我跟我老公一起用，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去逛街的时候呢也一起入手这一个 Lifebuoy 的薰衣草，我们就可以有同款的香香味，而且他们好像不定时会有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生活上呢就是非常需要这些小小的仪式感，不管是在对于自己的生活要求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生活上，都非常需要这些小仪式来添加生活的趣味。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很难得的可以跟你们聊天，好像很久没有跟你们讲话，我怕你们不记得我长什么样子。好了，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分享，下一个影片很期待，我想要做不一样的题目给你们，不知道你们会喜欢，但是我想要做一个跟自己约会的影片，因为很多宝宝们就问我说是怎么样可以一个人就是去逛街看电影吃饭甚至是吃火锅，就连我朋友都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爱自己的方式的一种，既然没有人陪我去，我就自己去哦，我自己去，我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我可以决定我要看什么电影，我可以决定我要几点回家我就几点回家，真的很快乐，所以在考虑做这个主题，告诉我你们想不想看，我希望可以跟你们分享。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安，拜。